仲加因星期三去到钻石山出席圣诞派对宣传活动。原来呢一次加因翻嚟香港系有重大任务。我今次翻嚟咧，我要装修我屋企嘅，因为咧之前大家系咪水浸啊，同埋有嗰个打风咧两三次系嘛，我屋企都漏水。咁啊，要整嗰啲外墙，有嘅，但系我唔可以成日麻烦我啲朋友。咁都几大工程，内里同埋外墙都要做，咁所以好多层嘅会。咁因为我年尾十一月尾咧，我会带晒我啲屋企人翻嚟，咁所以我要搞掂晒啲嘢。咁啊，佢哋翻到嚟嘅时候可以舒舒服服住咯。另外，嘉欣出年入行20周年，佢就希望可以录制新歌，同埋举办音乐会纪念一番啊！我好想唱歌俾大家。所以而家就准备搞啲音乐。我想希望可以搞到个音乐会咯。我希望可以唱晒我所有啲 side track 啦。因为平时系唱自己啲经典歌噶嘛，啲电视剧主题曲噶嘛。但我想唱翻我啲 side track 咯。我想会好正咯，因为好多人个个见到我都话我细细个睇你大，咁就我觉得真系要做一啲嘢咯。如果20周年，系回忆录咯，同埋真系好耐冇见啲粉丝啊，我觉得系时候要见一见佢哋，希望可以成事啦。